夏威夷的头像，终于让我捡到一只大龙虾呀！哇塞，这是谁家抽上来的，还是附近饭店弄下来的？啊？我们不知道哈。哎呀呀呀呀！我也不管它了，赶紧收了都，再不把它收起来，我冻脸。这么冷，自己给它收吧。看这里又一个沙贝，是不是？不错啊，找老半天，好不容易又找了一只。哇塞，看我目测它是个母的吧，打开看看。有黄哈，算是个母的，来放起来。东东一眨眼看这里有个什么东西，你看到了没？啊？没看到吗？看这是不是？这水太深看不清。哇，八爪鱼一只，哈哈！幸亏我没放弃，我要是拿这个扇贝走了，这个八爪鱼不也错过了吗？哇，这都太漂亮了，开心！你们赶海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看，这样才能有额外的收获。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哇，喷水！我去，出来了。是八爪鱼一只，哇，非常鲜活啊！可以，它不想出来，它这个石头在这，太漂亮了，这个八爪鱼，它还有，看还有，喂，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这里还有一只，不错啊，这里非常鲜活。不知道，走吧。看这里还有八爪鱼，不只是一条，两条呢。哇，但是很遗憾呀，这一只不活了。看这一个怎么样？这一个，哇，这哦，还吐水，这只超级鲜活，超级鲜活。看它这个脑袋怎么了？看它这个脑袋这怎么回事啊？发白还？看它有卵没？这一只有卵在这里，带籽的也是，可以啊，非常的好吃，收着吧。小螺啊，真的是来不要了，太小了，还没长大呢。看这里还有，看这里还什么黑不溜秋的，这啥？哇，毛蛤蜊，个头还不小。你看，看这里，哇，杀了呢还，给它洗一下。看这两只不小哈，这是一对好兄弟啊，还是一对好兄妹啊？还是两口子呀？都是有肉的哈，沉甸甸的，还是活的，不开口。开口啊，给它收了，放桶里。看不惯了，我觉得该回家了吧。哎，哥哥回家，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眼睛，一定要继续寻找啊！这都要回家了，看看，在路上还碰到了一只大虾。哇，这是谁家养殖场出来的虾呀？最近排虾了吗？我怎么就看了这一只啊？你看这个虾呀，哎，你看它很新鲜，虽然不活了，但是你看，尾巴暗红色的，很透明，晶莹剔透的。现在回家吃绝对来得及啊，看着很有食欲。